周秀娜出席商场举行的水鞋品牌活动，却不料有人在途中高处拍摄周秀娜疑似拍走光影片。周秀娜当日穿上背心展露事业线，活动期间有陌生男子在高空拍摄 Tracer， 他表示不会担心，已控制不到，只会专心工作。他笑慰现在学了功夫可以自保。他透露最近增磅了，忙于拍摄新片爆三俏娇娃，之前因为太瘦公司同事都很担心。如今他分手一段时间，现在心情如何？他为分手已一段时间已经成为过去。他透露自己之前脚受伤要包扎伤口，竟然有拥趸想要他包脚的那块纱布，他笑说实在太重口味了。问到是否有异性要求他赠送内衣，他笑为不介意送给女粉丝，但就未试过送给男友。他自问没有体味，给他们也没用。